这这 一年多以来呢，接近两年来，总共三次的大流行。那第二次大流行，像今年三月的这个 Delta 病毒株的出现，那到一直到现在啊，似乎有趋缓的趋势。可是我们看这一个月以来下，就是这张图的左下角啊，这一个月以来，其实确诊人数没有真的完全趋缓。今天早上听到 WHO 他们也在说明说，新增的确诊人数还没有真的下降。那左手边的灰色是